个拢想要闹热，啊，囡仔拢爱放炮啊。不过即摆放炮的时阵吼，大人一定爱伫边啊哦，因为新的法令规定哦，大人若是无伫边啊，上悬爱罚1500元。过年欢欢喜喜放烟火炮啊，暗过看起来无危险性的炮啊，却发生了意外，毁了一个住伫台东的10岁查甫囡仔面。一点未，各种机关啊无放，伊将我也看，看看的时阵就放一下安尼啊。更加严重意外就伫旧年，一群青少年伫三峡放炮啊，其中一名少年要查看点对炮啊，奈无发声，突然之间炸伤目睭，正眼当场破去，因伤及大脑，送医救治了后不治死亡。这严重意外伤亡，拢是放炮时无大人陪同所致死。为了避免意外再度发生，今年上新修订的《炮竹烟火管理条例》，12岁以下儿童放烟火炮啊，大人无陪，相关应处罚15000元。为了确保儿童燃放爆竹的安全，所以在爆管条例，我们特别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燃放爆竹一定要家长陪同，否则会依法受到处罚。而消防署更加提醒家长，经过统计，上容易造成意外是这种威力强大的大龙炮，还有这种天顶火的蝴蝶炮。炮碎片真容易飞入目睭，放炮啊一定要有大人陪，这已经列为消防署重点项目，要求各地消防局严厉的查禁。为了确保儿童的这种燃放爆竹安全，这是我们的重点。我们会由消防人员啊，结合我们的那个志工，大家一起去做宣导，以及做要求。尽管这项立法用意良善，消防署也算是将严格执行，但是地方消防人员坦承，地方大，过年家家户户放炮进行之下，就算结合志工人力也是不足，加上确实无当场抓到囡仔独自来放炮啊，更加真难开发。只能透过宣导，希望家长带头做起，好今年唔通阁有炮啊炸伤囡仔的憾事再度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